站在新生人来路口，我打算往新一路走过去，然后再搭新一线回那个台北车站，去大安公园那边附近看看有什么吃的，带回去给你吃。店都不一样哦。曾经的这个永康公园旁边的破旧的那个公寓，什么老公寓，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豪宅，太厉害了。这里是丽水街，我差一点，几十年前差一点在这里开了一家水晶店，已经谈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开成。篮球场倒是没有变。准备上高铁，就要进站了。